今日冇新增个案，连续第五日零确诊，亦都系连续十一日冇本地感染个案。今日零确诊，卫生署冇召开记者会，系两个星期之内第七次录得零确诊。本港累计确诊个案维持1037宗，而对上一宗本地感染系今个月19号，已经系连续十一日冇本地感染个案。如果持续28日冇本地个案，专家认为是疫情受控。